沙漠，你哋同唔同意咧？唔同意。以前都或者係嘅，但係近呢廿幾年前可能係啦，但係近呢十年已經好咗好多啦。呢度咧有個特色就係好多鹿嘅，野生嘅。呢度本身是一个庄园定是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是一个地主的屋企，后花园之类 的东西咯。但是 是漂亮的，即是那个环境我觉得是大自然 natural 的，好过去酒楼吃点心，是不是？来到英国当然要 enjoy 回我们英国，其实都不是没东西吃的，是就是这样。佢嗰啲香草係自己種嘅。哦，係喎。你見到啦，所有佢啲香草咧，沙律菜啦，都係自己種嘅。咁啊，有蘋果樹啦，呢度係有一啲呢個係薄荷葉啦。25年前在英國啊，其實跟現在是不是太大分別，即是在我的印象裏面不是太大的分別，因為只是屋多一點人多一點，但是你說好，他們真的十年如一日或者二十年如一日，都是他這個城市是大概五十年前到開始規劃啦，真的 build up 的時候是三十年前左右，已經是 form 了一些地方噶啦。咁我住嘅時候咧，係大概廿幾萬人口。咁其實當時已經預計到啊，25年、30年之後咧，就會嘅人口去到40幾萬嘅居住人口，即係唔係流動人口，係居住人口咁樣咯。所以佢啲路咧係要預闊咗嘅。睇住樓價起係真嘅，即係我哋20幾年前一間三房獨立屋有車房，講緊好 decent 嘅位置，靚區，講緊都係70幾千。嘅英磅咯，即係70,000。我記得我第一間屋係即係78英磅，唔係78，即係70,000-78,000咯。我哋叫做，所以推唔到啊！我哋啲點解會咁樣講咧？我成日都因為我有聽 thousand 啊，即係係啊 78,000，係啊係啊，因為老華僑就係咁樣講咯，我都老老地噶嘛。嗰一區同一間屋450-460左右咯，460,000英磅啦，係啦。即係大約係呢個價咯。嚟到你哋都聽過啦 ，meeting 其實好多公務員喺呢度住啦，咁都有啲古仔嘅，就因為當時係有一個警察嘅退休嘅警察係做地產代理嘅，咁佢因為佢係做我記得係情報科嘅警察部裏邊嘅情報組嘅，咁佢係做地產，咁所以好多公務員都係經佢去買呢度，因為新區冇人識噶嘛。其實你講三年前，你講 Milton Keynes 都冇人識啦，係咪？即係只不過而家係多咗香港人嚟先識。即係其實唔係並唔係即係英國政府有啲咩計劃專登要揾個地方 settle 香港嘅公務員或者皇家警察，而係其實有皇家香港警察佢做咗其中一個地產嘅中介人咯，喺香港就招啲人去買樓咯。佢呢度咧唔係淨係得皇家香港警察嘅，即係退休公務員嘅，佢仲有有消防啦，有懲教處啦，有入境處嘅。咁你話我喺呢度講緊住咗咁多年咧，其實你要撞口撞面撞到呢啲咁嘅警察，其實唔多嘅，真係唔多。同埋嚟嗰啲係皇家香港警察啊嘛，唔係而家嗰啲啦。即小事多是你現在主要的業務之一，為什麼會有這個起源呢？
睇完其實我哋做送貨嘅生意做咗20年左右啦，20幾年啦。咁一路都係做一啲叫做供應翻俾外賣店啊、餐館啊嗰啲咁樣。即係你做餐館做外賣嘅人，你都想啊，我自己都想食下零食喎，我自己都要煮下飯喎。咁我哋就加啲加啲加啲，早兩年多咗香港人嚟呢一個地方，咁我哋就樣樣加啲咯。即係譬如話，哦，你話俾我聽你想要啲咩貨品啊，咁我哋就盡量去揾 source 去入翻嚟咯。最受歡迎而家係咩呢？日本零食，一啲薯片類啊，或者上面呢一啲都係日本零食啦，同埋一啲香港嘅零食咯，同埋一啲香港人中意嘅醬汁咯，我做得到合法地入口都會幫佢搞咯，即係總之嗰樣嘢唔係犯英國法例嘅，即係啲肉類啊、奶類嘅嘢我哋唔入得之外，可以入得嚟嘅，我哋都會揾 source 去揾入口商幫我哋入咯，咁樣。喺度咧買完嘢有獎抽啊！其實我好似冇玩過。哇！一號仔中大獎喎！咩嘅咧？一號仔？呢個係Bounties 啊，即係 chocolate bounties。哇！係咪全部都係一嘅咧？唔係啊，真係乜嘢㗎？真係有唔同的。一號仔中獎。LTR 講係兩年前。嘅差唔多2020年就開始已經有一批人嚟啦。咁其實當時咧，比較耐啲嘅華僑啦，呢度所謂即係都其實都好 welcome 一堆哇都好啊，好應該啊，應該要應該政英國政府應該要俾佢哋嚟啦，點點點點點咁樣。咁但係久而久之就係你哋稱呼嘅係咪黃豆黃咧，定係點樣咧，就會挑剔咯。哦，你講呢句説話唔啱。你講呢句說話就點樣？即係你哋大家攻擊大家咧，令到嗰件事就變咗 worse 咗咯。即係我覺得係變差咗，令到反感啊！因為你係應該團結，你唔應該係互相去批鬥咯。然後咁你同我哋偉大嘅祖國係冇乜嗰啲人係冇乜分別嘅。你咁樣鬥嘅話，即係我希望係可以團結啲咯。即係。令到人反感就是呢一種咯。其實你不應該用批鬥的形式，你應該你覺得你啱，你是用一些事實或者用啲理據去說服我哋認同你嗰個方向。經常都有即係老對於老華僑呢個 term 啊，有啲少少負面嘅即係方向噶啦。嗯，係。你點樣睇呢個 term？ 而且裏邊嘅實情係點樣嘅咧？的確是有的，我不能夠代表全大部分的老華僑啦，但你要記住華僑這兩個字呢是代表有很多不同類不同國籍的華人，例如即最早最早去 Meeting Kings 的是越南華僑，都是講廣東話的，有大陸的來的啦，有新加坡啦，而很大部分馬來西亞華僑，我不能夠代表曬，而香港人是佔很少部分嘅啫。你見到啲新嚟的香港人，你會覺得他哋會唔中意你哋咧？即係會有個戒心咧？對於會啊，因為佢覺得所有華僑都是藍絲咯。但是有理由的，因為我哋呢度以前咧，不會有 internet 啊，因為真的老華僑嚟嗰班，佢哋係睇無線衛星台的，真係咁多年睇劇集啊嗰啲都是睇無線衛星台。你就要想下，咁佢哋收到啲咩資訊咧？佢哋收到個資訊係嗰種嘅，就係咁咯。咁就係所以我就話點解你哋可能新嚟一批嘅香港人應該用翻，如果佢睇到嗰啲片係剪接咗啊，咁你咪 show 翻俾佢睇。當時可能喂事實係咁，你用翻個事實去說服翻佢去。去令到他相信那件事咯，而不是你说你不啱，你是这样这样你这样，那我觉得就这个就令到人家 不开心或者是反感的地方咯。我不完全是很融入这个
英國人的生活㗎，因為佢哋中意食嘅嘢，我唔中意食噶。佢哋中意飲酒，我唔中意飲酒噶。喺屋企要蒸魚啊，嗰種生活嘅。但係點講咧？即係我喺我認知裏邊，我哋呢度會分政見唔同啦。即係可能你哋嘅分顏色啦。即係但係我哋就唔會因為政見唔同而同你唔做朋友咯。嚇！即係我哋會好尊重乜嘢叫民主自由，就係、是。我心裏邊想嘅嘢，我講出嚟；你心裏邊想嘅嘢講出嚟，但大家都會接受。大家哦，原來唔一樣嘅喎，對嗰件事。其實我自己本人係好 connect 香港，一年翻去好多次嘅。即在我自己嚟講，我覺得我冇同香港有 disconnect 過嘅。好 update 究竟香港發生緊咩事，好關注嘅，因為我長大嘅地方嚟噶嘛，我香港讀書、香港做嘢，成年嘅時候先至即係做咗幾年嘢，先至再過嚟英國噶嘛，咁所以好一路都好 connect 到嘅。要真係識得去上網睇資訊嘅人，可能先知道發生咩事咯。就唔係話我望住個無線衛星台會知道究竟咩事咯，即係呢個係。有很多人都不懂上網的嘛，我親身經歷，我都試過有一次是在香港回來跟個老華僑啊，真的老過我那些老華僑喝茶，他說哎呀你香港回來啊，邊齋啦，不要回去啊，很危險啊，你不要這樣啊，真的很得人驚啊，那些人打爛曬啲嘢咁樣。咁我話啊，點解你咁講啊？咁跟住話，哎呀，個的士，我記得有一幕就係個的士撞到個人，跟住嗰個的士司機就俾人捉咗出嚟，即係總之個畫面係頭破血流。當然有啲剪接啦，佢睇嗰段片。咁我記得我飲緊茶，我就話吓，唔係喎，因為個司機撞上去車到個女仔，啲人先至即係佢仲想走，啲人先捉住佢，咁即係類似係咁樣啦。咁跟住我就俾咗一段當時仲有嘅立場嘅直播啊，我就俾佢睇。我話嗱，你下次睇我，你唔好信呢啲片，我你睇咧睇直播，呢啲有直播睇嘅。咁我記得佢隔咗大概一個禮拜到，佢揾翻俾我。哎呀，原來之前睇嗰啲嘢唔啱噶，原來睇直播係咁樣噶喎，咁樣係好慘啊！啲人即係咁樣咯。哇！直情你而家諗起我都，我唔知啊，即係啲眼個眼已經有眼眶已經有淚光，即係覺得嗰個香港嚟噶。即係成晚個飛機咁啱嗰日，我係有 internet 啦。我頭先講過，我成晚睇住個機，個腦咧諗緊嗰度係咪香港啊？點解會咁嘅？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嘅？哇！完全係講唔到嘢，完全係唔即係我諗嗰件係其中一件咯。同埋翻到嚟見難忘嘅畫面就係大家一家人食緊飯，睇住香港。理工大學的直播是整餐飯是沒有人夾餸吃飯的，是啊，就是那些感覺咯。不是去看你第二個業務了，中我老公不是我的，餐館啦，老華僑通常都是做下餐館啊，做下外賣檔啊，那些這樣的生意咯，可以去試一試。咁個經驗喺邊度嚟咧？即係你完全唔識噶嘛，本身。就係香港人心口有個勇字，係我最初係做薯條魚嘅，即係做魚條啊。我連咩叫個名叫 fish and chips 或者 chips and fish 我都唔識嘅，咁就慢慢學咯。喺失敗裏面就攞到經驗。中餐對於即係英國人本土人嚟講，其實可能唔同口味噶嘛。有冇啲咁嘅先走咧？哦，呢啲係。我哋成日講係適合英國人嘅食品咯，即係佢哋好中意，即係我哋食啲咩都係炸嘅，例如炸雞煲啊，咁你會諗下黑甜酸雞係咩嚟咧？佢係一個炸一個雞煲咯，然後就飲啲甜酸汁咁樣。蒸魚咁樣食唔食嘅咧？唔會，佢哋好少嘅，會食而家會，但係佢呢度主要賣得嗰啲菜式啦，就係古老啦，古老即係咕嚕肉啊，
佢哋叫古老啊，炒飯啦、啊、炒麵啦、啊、油絲啦、啊，香酥鴨咧就唔係我哋嗰啲我哋食開啲片皮鴨嗰啲，咁但係佢都有個鴨皮啊，有啲葱絲啊，有啲青瓜喺度嘅，咁但係佢哋啲鴨皮剁碎曬咁樣滗落去咁樣卷，即係有啲唔一樣。你自己講過咧，以前都會一年翻香港幾次咁啊，以後會唔會都係咁樣嘅咧？未知，因為而家呢個 situation 應該唔係我想象中嘅香港，有啲擔心嘅，即係擔心係你唔知佢條線喺邊一度咯。係啊，同埋你翻去可能會唔會可以 enjoy 到？首先啲朋友都各散東西啦，即係已經移民嘅移民。咁然後你翻去係咪仲可以暢所欲言講咧？係咯，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考量咯。係啊，未必會約喺泰國等啦，約喺日本等啦，或者約喺台灣等啦咁咯。已經廿年喺呢個公司，啱啱好可能係一半一半時間。係。你點樣睇呢個身份認同嘅問題？身份認同啊，從來都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咯，從來都冇覺得，即係你總之邊個嚟問我 Where you from， 我一定係講香港。Even 我住英國的時間是長過我在香港住的時間，我都是說我是香港人。